我说我在汉服那边看到一个很帅的东西，虽然说我不知道台湾这边会不会有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想说先分享给你们看看，然后我们就会要不到时候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个蓝宝是不是太犯规了啦？喂！